了不被粉丝认出来，您做过最搞笑的事是什么？就把头发披下来吧，因为我之前有好几次，我总觉得我把头发扎起来戴顶帽子就好了嘛，但大家都能认出来。然后上次还有一次披下来以后往前面一捋，拿我的皮筋这么绑一下，像贼一样这样的，那肯定看认不出来。会在家追自己的节目吗？非常爱看，但我现在是看片段式的。如果我觉得当时录的时候哪一趴，当时在现场效果就好的话，我就看一下他们后期是怎么做的剪辑。要一看剪得很烂，我就骂。